为了迎接中国第一艘自主建造的极地科考破冰船雪龙二号于四月到访香港，香港科学馆将举办一场名为极地科研与气候变化展览的活动。该展览将从2024年3月18日持续至6月26日。感谢观看，记得订阅香港背包，有新视频第一时间通知大家。